谁啊？哎，草草，来，进来，来。不好意思啊，突然打扰你。啊，没事，我这也刚下班，刚到家。进来吧，进来，来，我刚好点了吃的，一块儿。换鞋？不用换，哎，客气什么？请进。多吃点。你怎么看着无精打采的吧？ 我们公司现在人心惶惶的，怎么了？还不是因为你们那个什么 app 合约给闹的。确定了合作意向之后，我们全体员工都出动，就是为了要把这个项目做好。结果现在合约还是迟迟没有给过来。嗯，这个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你知道前天？ 赵总还催着我，说把合同赶紧弄好。我呢就连夜催法务把合同做好了。哎，结果他突然又跟我说这事一时半会儿定不了。什么情况啊？是不是老廖又给使绊子了？那真不知道。那天赵总也没说。要是边总在就好了，他肯定知道怎么做。 说好了，这次过80分给我买滑板，前提是得先过80分。小美女，不好意思啊，太可惜了，79分。啊？你看这最后一道题是笔误，我其实计算方法都是对的呀，你粗心大意也是错了。 Okay, fine。愿赌服输。虽然你不能拥有一个新滑板，但是我刚决定，你明天呢，可以去玩1个小时的滑板。真的？嗯。你不告诉我爸跟我奶奶？守口如瓶。算你够意思的。但是呢，你以后一定要记住。哎，你们俩在这儿干嘛呢？ 我出去一趟啊！你万一再给我做测试，我还差1分就80分了。哎呀，曼姨真厉害啊，帮着冲中提高了这么多。你这大晚上这是又要去哪儿啊？哎，大客户，人家只有晚上有空档。于总最近这生意可是越做越大呀，你什么时候也带我出去见见世面？这外边应酬有什么意思啊？帮着中学习现在是第一位啊，全看你了。走了啊。 小芳，婷婷怎么样啊？今天有个小测验出来了。测验？成绩出来了？出来了，数学不太理想。数学不是你强项吗？怎么会不太理想呢？有几个小地方算错了，但我解题思路是对的。我跟你说啊，以后考试比的就是速度，还有就是细心，懂吗？不细心怎么行啊？知道了，妈，你光批评我数学失误了，我英语和语文还进步了。 你怎么不表扬我呀？哦，进步啊，进步呢，当然得表扬了，表扬你。不过我跟你说，你现在的成绩不作数啊，以后中考的成绩那才是最终的成绩，你知道吗？知道了，妈，我去洗澡了啊，拜拜。好，拜拜。小芳怎么说？哎，你看，咱们家还是得有小芳。你看。 我一看你一跟他说话呀，还是高兴，是吧？哎呀，之前也是我疏忽，要不然我们让他走读吧，啊，把他接回来，然后让他回来陪着你，好不好？啊？不行，不行，小芳不能回来。你怎么想的呀？ 他回来看到我现在这样吗？我生病了，要让他来担心我呀！我是他妈，我得照顾他，难道让他回来照顾我吗？怎么想的？哦，不是不是，是我病了还是你病了？我觉得简直就是你疯了。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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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想的？让他回来，你敢让他回来？是是是，不让，坐坐坐。哎啊，不让他回来，行。你我脑袋都要炸了，你行吗？行，好，别说了，休息一下啊。药记着吃啊。知道了。 阿姨，中，这太危险了，中，咱回家吧，咱不玩了。没事的，没事的，阿姨。我们滑板的精神就是跌倒再爬起来，无畏，挑战极限。再说了，中以后的梦想可是要拿奥运会冠军呢。那你自己小心点啊，走吧，照顾好他。好，阿姨再见。 喂，你说什么？你等一下，我这边有点乱，我在外面呢啊。我没事，没事吧？阿姨看看，这摔哪儿了？真的，我没事。哎，咱们到边上去，太危险了，这让阿姨看看。走了，再喷一下。哎呀，疼不疼？行了，没事儿，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你这还正常呢？一个小姑娘摔成这样。 多让人心疼啊！这要让你奶奶和你爸爸知道，那还了得？那你别告诉他们呗，他们知道了还能让我滑啊？我是可以不告诉他们，但这也太危险了。那你以后摔得万一更严重了怎么办呀？行了，你别诅咒我，我还有比赛呢。什么比赛？什么比赛啊？没事儿，都弄好了吧？那我再去滑一会儿。 你怎么还滑啊？你答应我1个小时的呀，现在还剩点时间。哎，那你别再摔了。嗯，咱们自己做，看能不能出这味儿哈。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我想上次是跟谁？是余光请的吧？ 咱们去那个哪儿，青年路那家，那个叫什么猪肚鸡来着？我的天哪，那给你吃的那个美，这个会给人把汤底儿都喝完了，嘬的那个盆儿都脏脏直响，是吧？你记错了，怎么可能是我？那是你呀、啊，是吗？你肯定记错了。好，基本上料齐了。对，高压锅，哎，对，高压锅，咱们这儿是不是有一个？对。 这个早就不用了。嗯，高压锅在那儿呢。哦，啊，这个不用了。嗯，好好的。这10年前的锅早就不用了。哦，我记得这锅，这是不是你当时跟李曼去德国背回来的那只是吧？嗯。当时因为挺贵的，所以没舍得扔。是，不便宜的。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是，我特别喜欢德国的那些厨具，还有刀啊，还有什么高压锅呀什么的。扔了吧。扔了。这些老东西看着就心烦。是哈。对，哎，这些又不喜欢了。 哎，不喜欢了，咱就换，再看有什么其他觉得不好的，哎，咱们都把它换掉。对，就找点让自己心情舒畅的，对不对？哎呦，这锅，嗯，新的挺好。哟，秋裤，我什么时候还有这个？ 那会儿你要去东北出差，你说不愿意穿秋裤，又厚又勒。我找了半天给你找到这个，当时是最新的材质，又薄又保暖，现在穿不上。这件衬衫你还要吗？这衬衫你扔干嘛？这平时当年结婚的时候买的，那会儿你多瘦啊，现在差了好几个号了，穿不了了。哎，别。 这结婚时候买的，没事，能给我减肥，还能穿。哎，这么多东西扔了，为啥可惜啊？可惜什么？你这伤口回去还得再处理一下，疼不疼？啊、有点。回来了，那个奶奶来了。妈，奶奶，去哪儿了？等你们半天了。啊，那个我带中中出去吃了点东西。对。 挺好吃的，说过多少次了，别在外面吃东西，不卫生。哎，中中来，让奶奶看看。啊，来吃什么好？怎么了？啊，没事。奶奶看看。哟，你看看，破了。怎么弄的？破了，没事吧？ 奶奶，我没事儿。怎么弄的呀？我又练滑板去了，是不是？跟你们俩说过多少次了？现在学习这么紧张，别在这些事儿上浪费时间。妈，那个再说那也不安全呀。中中听您的话，他没有练滑板，这事儿怪我，我带他去骑马了。 我接了个电话，然后就没看见他，然后他就摔了。练滑板危险系数还不够高是吗？你怎么不让他开飞机去呀？我要再说就不好听了啊！收拾东西，跟奶奶走。奶奶，这不是他的错，是我自己摔的。妈，您先消消气儿行不行？那个。 李曼这段时间照顾中中，照顾得挺细致的，还陪着她学习。您看，眼看着这就要考试了，这孩子离不开李曼。一到这种时候，你就拿学习跟我这说事儿。行，先考试啊！这次考试如果不通过，必须跟奶奶走，听见没有？我知道了，妈。那我送送你。送我干什么呀？赶紧看孩子胳膊去，别感染了。 妈，您慢走啊！来，处理点伤口。啊！怎么弄的？这是撞什么上了？这不那个不小心摔了吗？下边已经5箱了吧？啊！ 大哥，就这么些了吧？对，就这些了。嚯，这些东西，哎，有些东西不翻不知道。你看，好多都是之前的，这满满的回忆啊！真是见证了。见证了什么？我们失败的婚姻，还是我失败的人生？嗨，来，这还有一箱。哎，好，那箱。哎，那个。 这些东西呢，我称了一下，我就给您算60，然后我们这人工费得收50，我再整您10块钱，成吗？行吧。哎，好嘞，哎，来，我扫您哈。好，得嘞。行，那咱就清了啊。好，谢谢。哎，没事。哎，抓紧办啊！来，把你办上来。哎，行，断舍离，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挺好。10块钱。 我这10几年，努力的、用心的、拼拼凑凑维系的，最后就值这10块钱，也不知道是这些东西没用，还是我没用。你这别瞎想，你能跟东西比吗？那东西扔了可以再买，你是家里最重要的人。这是什么？哦，那是我捡出来的。哦，那些重要的东西。 应该是你上学的时候的一些奖状啊、荣誉证书，还有一些奖学金什么的。哦，这些才是付新童。可是这些都已经旧了，付新童也不存在了。师傅，师傅，哎，让海勇。啊？哎，好嘞，走啊。 行了，都清了。哎，师傅，刚才那个小盒，别给我拿，先放这儿，过一会儿我处理啊。哎，行，好嘞。我知道了啊，谢谢啊，李老师。怎么样？就差一点点。就差一点点你就被刷了，你比分数线高2分，傻孩子。我录取了，录取了，真的？可不是啊！哎呀呀呀呀！真棒，真棒，真棒，真棒！哎，这李老师还说呢，说没想到这孩子最近进步这么快，多亏了你了啊！那，你可以兑现给我的奖励了吧？什么奖励啊？ 哎呀，你之前答应过我的。答应你什么了？就是那个信用卡呀。行，明天给你办一副卡，一个1000块钱限额的信用卡啊。那你能不能再答应我一个要求啊？你别得寸进尺啊！啊，胖。你说。就是有一个滑板比赛。哎，不行啊！你奶奶说了，以后不许你再碰那东西。 你对他奶奶怎么像对老佛爷似的唯命是从的？我妈说了，这是为中中好，这是原则问题啊。我知道，那你赶快去通告你妈呀，咱们小公主中榜了。让我妈也高兴一下。哦，起来了。嗯，哈哈，不错。哎呀，我也买了好多的蔬菜水果呢。嚯，你看这药丸啊，给玩了这。怎么样？这个药吃了怎么样？啊，反应大吗？胃还难受吗？还是难受。哎呀，还难受，那你回头问问医生，再想想办法。 哎，但今天天可真不错，我就刚才出去看。哎，咱们要不然过一会儿去那个欢乐港湾，咱去转转去，这海边怎么样？不想去，累啊。我在上去睡一会儿。这不才起来吗？来了。打了多久了？打挺长时间了。还是何拉那事儿吗？对，就是何拉这事儿。哎呀，我看这要账是难了。是的，关键是这账要不下来，咱怎么办？是吧？那以后我们怎么办呀？这公司电话行吗？能沟通明白吗？挂了，挂了呢。不知道，看他。哎呀，哎呦我去！别看他装神仙。阿伟，哎，阿伟，哎。 马上给你律师朋友打电话，让他出律师函。我要告赫拉，我要跟他们告到底。好，好，我现在打。七哥，你消消气儿，着急也没有用。这样，我这边整理了一份客户名单，都是之前跟我们表达过合作意向的。我觉得咱们可以先跟进一下。这些都是之前跟我们关系很好的客户。 就因为接了赫拉的单子，我把他们全部得罪了。你让我再去找他们谈，我怎么谈？啊？你告我怎么谈？所以，赫拉的单子咱们可以先放一放，赶紧着手后续。怎么放？他们拿我们当猴耍，你让我怎么放？我就跟他们闹到法院，我也必须讨个说法。齐哥，人家的法律团队相当专业，咱们这种小公司跟他们打官司哪儿打得赢啊？人家拖都能把咱们拖死，毕竟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那你告我怎么办？啊？你们告我怎么办？啊？谁有办法？谁有办法？都没有办法是吧？那早晚都得散伙。 电话是大声的呀！他这是有多久没吃药了？不知道啊，这搞不清楚啊。哎，这个躁郁症患者呢，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再加上他这个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我们是很难体会的。所以呢，他抗拒服药也是可以理解的。你理解是可以理解，可是。 可那不能这样啊！这不吃药，那病好不了啊！我说咱是不是再想点别的办法呢？你比如说有没有副作用更小一点的药，就让他从根本上别那么抗拒这事儿呢？嗯，好吧，我这样，我给你再换一种药试试啊！要是这种药还是不行的话呢，也就没有更好的药了。 而且我跟你说啊，这个躁郁症患者呀，也不能只依赖药物治疗，还是得帮他提高这个生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点也很重要。我倒是想啊，可是你知道吗？就跟他沟通，永远是中间像隔着堵墙似的，他没有任何回馈，他要不然把自己锁在屋子里边，然后你跟他说，他也不听。 我就有时候想叫他下去溜溜弯啊，我就走走散散步啊，我这比登天都难。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呀，那他要是跟你有隔阂的话，你换一个人试试啊，你换一个对他有这种积极影响的朋友或者亲人啊，让他们带他出去溜溜弯，这个打断一下他这个自我封闭的状态，这样才能有好转啊。 喂，曹总。喂，领导，最近怎么样啊？找到工作了吗？啊，我最近在忙着一些自己的事儿。啊，怎么了？你说。我本来不想麻烦您的，但是我公司这边出了一点问题，我想找您聊聊。啊，那这样，那先面说吧，你半个小时以后到我家楼下吧，好吧？好，那一会儿见，领导。 哎，嫂嫂，哎，领导，我去买药了，生病了吗？哦，没事，我这是常备药，家里的。你怎么了？什么事？哦，我们公司之前不是和赫拉签了一个直营 App 的项目吗？嗯。现在这个项目推进不下去，关键是我们公司前期给他垫了很多钱，要是黄了，我们公司也做不了了。哦，那你现在在公司是什么职位啊？ 还是跟赫拉一样，一个营销部的职员。哦，那这项目上合作的事儿，你插得上手吗？我是插不上手，但是这个公司挺特别的，整个公司氛围呢很自由，我在这儿工作挺开心的，像家一样。哦，所以想努努力，请您帮个忙。嗯，可是现在我就是一个社会闲人呢，我也不知道能帮上什么忙。 就帮我们分析分析，出主意就行。毕竟您对赫拉的了解和对整个汽车行业的了解，比我们整个公司加起来都深。而且，赵总对您一直都很欣赏，要是能帮我们说两句话，那就更好了。哦，赵总对我的欣赏不足以影响他对项目的判断吧？ 再说你在赫拉待了那么长时间，你应该知道，其实这些项目推进不下去，应该不是赵总的意思吧？其实这些问题我也都想过，但是，就算有一丝希望，我也不想放弃。就算最后没有成功，至少我努过力嘛。嗯。行，那我只能说我试试吧。谢谢领导。啊。 那您哪天有空到我们公司跟我们领导见面聊聊？啊，我这两天可能不行，这两天我忙过了，我给你打电话吧。哦，行，那我等您消息。嗯，走了。嗯，注意身体。嗯。啊，今天阳光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呦呵，你别说，哎呀，这种天出来一晒晒太阳啊，是不是特舒服？你看，就咱们这些绿植花草，是不是、啊？这照着这都长得生机勃勃的，又补地呀、啊，又补好心情。哎，你猜今天谁给我打电话了吗？谁啊？我们以前一个老客户，现在说是已经不做汽车行业了。 人做什么地产、旅游、娱乐、消费啊，做的还挺杂活的。就是他好像弄了一个俱乐部，说特别有意思，人试营业，邀请我们去的。你去吧，挺好的。不是，我不去。我说要不然，你跟李曼你们去呗，因为人那是专门针对于女性的一些项目，什么。 彩妆呀、SPA 啊，然后什么普拉提啊，然后什么瑜伽这些的，那人李曼老请你是不是？咱这个礼尚往来，咱是不是也再来一回？不是姐妹俩一块儿去好好玩玩耍耍的。我不是不想跟你一起去，我是真的哪儿都不想去。我没什么兴趣，你能不能别安排了，行吗？ 你别找李曼，别给李曼打电话。你，还有李曼，你们该忙什么忙什么吧。我自己在这儿待着，我觉得挺舒服的，真的，很舒服。是，但我觉得人医生的话是不是还要听一下？人让你多去转转、走走啊。其实按说吃药配合一下，很快过去了。 你就听听医生说的嘛，是不是？你怎么就喜欢听医生说？医生说什么都是对的吗？你怎么就你从来都不相信我是吗？我不比他更了解我自己的身体啊！我这些药我吃不了，我吃下去我很难受。我吃了这些药，我比生病还难受。我跟你说，我吃不了。你怎么不听我的？ 我跟你说什么，你从来都不听我的。哎，权利都给你了，这是你自己选的拉面啊！哈哈，知道你赚钱辛苦啊，帮你省省钱。哎呦，我的大儿子！哎呦，这懂事的让我感动了。哎，就凭你这么懂事，我跟你说，嗯，明天是不是周末？是啊，你妈还上课吗？明天自修，明天我给你请假，让你妈陪着你一块儿去玛雅乐园玩去，怎么样？你帮我请假，让我去玩啊？嗯哼，我去，你是不是冰凉啊？不过你回去，你得自己跟你妈说。 你妈带不带你去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哎，这没问题，我妈肯定会听我的。啊，但是你跟你妈那儿，你可不能说是我让你去跟她说的啊。嗯，你要这么跟她说，她肯定不去了。我告诉你。哎，老边啊，明白你的用意了，就是跟我妈吵架了，想让我帮忙，请我吃饭。 来哄好我妈是不是？以后我哄我哄哄。他是不拦着我，但是他在这家也没啥话语权呀。上次我磕破点皮，我奶奶都把他给骂哭了。你奶奶可真可怕。铮铮，来喝点牛奶。嗯，干嘛呀？遮遮掩掩的。 嗯，没事儿。你要参加滑板比赛？不是我要参加，是周楠要参加。我倒是想参加，你明天能给我请假吗？我请不了，我要能给你请假，你奶奶再杀了我。我就知道。哎呀妈，我求求你了，你明天就带我去玛雅乐园玩吧，我真的想去那儿很久了。怎么突然要去玛雅乐园玩啊？马上都要中考了，不复习了？哎呀，复习！我这段时间在学校里面学习的可认真了，但真的妈，就明天一天时间，我明天玩完了，我从后天开始认真备考，再也不提玩的事了。 小芳，别那么任性啊！等你中考完了，你想去哪儿，妈妈就带你去。哎呀妈，我就求求你了，你真的不知道，我这段时间在学校里面，那学的脑子都快炸了。我真的，我再不出去放松一下，而且妈，从今天往后，那学习任务可就越来越重了，基本上就没有时间玩了。所以明天，真的只能叫是最后狂欢的机会了。 妈，求求你了！好好，那明天我带你去吧。谢谢妈。是你的主意。啊？他要去玛雅乐园。 玛雅乐，哈哈，是我这不寻思着，我说你天天闷在家里边也不是个办法嘛。你说我这叫你也不出去，你看儿子出去溜达溜达多好。我跟你说过了，我不想让小芳知道我生病的事儿。是你不是不想让她回来吗？回家里边陪着你。 就出去玩玩，你，我觉得就勇敢一点，哎，就迈开腿出去了。你想在以前出去玩的时候，你多开心，是不是？我说那个玛雅乐园呀，可了不得，据说哈，好像是那投资了多少个亿来着，特别好。因为我没去过，但听我们公司那小年轻说哈，人家放了假就往那儿跑。 回来以后，在公司里边聊的那津津乐道，啊，说的怎么好玩怎么好玩。你就跟孩子一块去玩玩，你肯定会特别开心啊，心情会好。嗯。 你要实在不想去，那我就跟小芳再说说。你怎么跟他说？我就随便找个理由呗。做决定，给他希望让他高兴的人是你，让他失望收拾残局的人总是我。你总是这样，你永远都这样，每次你都。 行了，去，把药给我。药呢？哦，有，哎，药在，哎，在这儿。对。哎，水，楼上有啊。董小总，您的电话啊，好，谢谢。这边没什么事了，你先回去吧。哎，好嘞，我们明天早上来接您。好。Hello, Doctor Howard. Dong Xiao, you arrived in China? Yes, I just arrived, actually. Is everything alright with you? Do you feel any pain or something? Not really, but I'm just really tired, and I need some sleep. I'd recommend you to stay longer if you don't insist on getting back to China so quickly. Listen, long-distance flight and overworking won't do you any good. I understand that, but I just got a lot of work to do, so I can't be away for too long. Don't worry, I'm gonna go to the hospital to check up soon, and I'll take the medicine according to your advice. Sounds good. But please remember to send me a copy of your report on each checkup, okay? Okay, thank you. Okay, I hope you can feel better. Take care. Take care. 要不我陪你一块儿？不用了。我去也能跟小芳多说点话，你也不用再那个。哎呀，你早干嘛了？我早跟你说不要安排嘛，你现在就这样吧。妈，我准备好了，啥时候出发？马上。走。 喂，是钟如家长吗？我是钟如班主任。吴老师，怎么了？下午化学实验课钟如没去啊。我刚去教室找了，也没看见人。钟如跟你联系了吗？啊，哎呀，哎，你看吴老师，我都没来得及告诉您呢。那个钟她今天在学校突然身体不舒服，我就带她去医院了。我这忙里忙外的，我还没来得及给您打电话。 啊，他去医院了，钟怎么了呀？没事儿了，那个他在医院看了看，没什么大事儿。现在我们已经回家了，我给他吃了点药，钟睡了。哦，好，没事就好。不好意思啊。那我就放心了。那谢谢老师啊。好。好。好嘞。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还关机？哎，你们电话，接，别让他起疑心。黎曼阿姨，你让钟钟给我接电话。钟钟没和我在一起啊？是吗？哎呦，那钟钟可就失踪了，我可报警了。哎，别，你千万别报警啊！你。喂，我没事儿，你别大惊小怪的好吗？还没事儿呢。你班主任都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那你怎么说的？我说你病了呗。仗义。哎，你帮我兜着，我比完赛就回来。你今天赶快在你爸爸下班之前给我回来，否则我可兜不住你。没事，继续比吧。不懂浪漫，却有现实淡淡。 觉得承诺不放手就是天长地久，自以为的宠爱可以让你放下担忧，你却总笑笑不开口，想护着你，成为你的依靠。 不想让你受委屈，却不懂逗你笑。你传递的信号，我总是忽略，感受不到。让你的笑越来越少。对不起，如此笨拙的爱你。 别怀疑，你是我全部的意义。有一天老去，生活点滴全部都忘记。爱你是我最好的记对不起，如此笨拙的爱你。别怀疑，你是我全部的意义。有一天老去，生活点滴全部都忘记。爱你是我最后的。